各位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好哇，实在是真欢喜哦，看到遮侪人，就会感觉讲，咱离咱台湾，特别家己住地的是日子，愈来愈接近吼、哦，实在是愈欢喜，看到遮侪人，相对变作讲，咱大家努力，大家拢会看到。那么今天是咱这节课是要来甲大家分享到讲，伫咱台湾内底有偌济物件，咱将来毋爱去甲思考。特别伫这个政治的方面，咱常常用咱错误的观念去认为讲，这个政治是安怎袂使去甲插。我相信咱大家拢真侪听到一句话讲，政治袂插哩，因为安怎插了，那咪真衰，啊无就是会遭受真侪迫害。所以伫囡仔内底，伊拢开始灌输着讲，咱伫头壳内底绝对唔好去插着政治。但是咱有想到倒来，咱的政治是啥物物件？咱的政治。不是只是单纯讲去看到投票，看到人买票，看到候选人讲真侪真侪话，迄叫做政治。我知影伫咱即届上课内底，大家拢真辛苦，但是呢？咱看到讲，当咱教育咱的囡仔的时阵，讲哎，啊，甲你大汉了后，绝对唔好去干涉着政治。也毋过想来想去，咱敢知咱的政治是虾米物件？第一，若袂插哩，包括着咱政治，就是讲你的徛举，包括你厝的环境。包括接受教育、接受种种的问题、交通问题，这拢是政治。但是咱失落去的物件是伫倒位？失落去的物件，就是咱感觉讲，敢若知影讲袂插哩，因为会遭受迫害。也毋过今仔日是要予咱大家当看真清楚。当我最近伫街路咧行的时阵，可能每年特别去选举，所以伫足侪条啊、布条开始拢写着足侪字句，写着啥物？咱相信伫家己的故乡拢有看到，比如讲看到台中市口遐写着讲某某议员争取到这个建设，请问这倒位唔对？感谢啥物议员甲咱争取到图书馆？感谢什么议员给咱争取地方的？哇，这拢伊爱感谢。请问，这个报条一刊出来，我唔知道你甲我看到的感想如何？真可怜的，就是台湾人若看到这种字条出来，伊会想讲啊对。所以当这个议员啊来到咱的当中的时阵，大拢去甲阿秋讲哇，感谢你，感谢你得阮的村里。来教阮做遮好个建设，甚至予伊来演讲个时阵，大家介绍人拢会甲介绍啥？哦，咱这都拢伊争取个，伊争取个，差无讲一句啥，大家拢爱跪落，叩谢，啥物话？哦，洪恩啊，敢免敢着安尼？毋免。但是这错误个所在伫倒位？无人去提出讲，歹势议员。这是你应该做的呢，这是你应该替我们做的东西，什么哪就我们又给你感谢。所以在这个政治面里面，大家开始去做很多很多错误，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。我们从来不跟我们的孩子说，如果一个议员一个政府替我们做什么事，那是他应该要做的，不是我们去拜托他。如果没做，咱爱该安怎？啊，该卖算好伊啊！也毋过，咱真痛心的，就是看到咱遮侪台湾人，每一届若选举到，
开始去运作，开始去讲到讲，咱即马即个选举哇，都爱扫到什么人，安尼咱才会当出头天。当我看到古早有一段录音带，伊选举的口号写着什么？写着讲，本人若当选，那我的买票绝对是清清白白的买票。哇！我听一个讲，这是几年前的录音带，伊提我听到的时阵，我讲这较早吼，超二十年前，伊讲我买票绝对清清白白。大家讲，哎，人这个人做人真好，你看人买票就这么清白，大家就转我一票。但是咱无想讲这是错误呢。过来，你若讲，佮甲咱教育讲，咱的政治绝对袂插你。啊，去学校就讲你好啊，读册就好。咱的囡仔伫学校拢读甚物册？孔子的思想。一本足大本的册，大概若要考公务机关，这本中国文化教材一定爱读。每一遍读了，拢无人去甲思考到什么物件，这够合理。伊第一篇掀开，孔子就讲到，讲全天下物件，拢总是假品，敢若读册上盖悬。大家囡仔就开始拼，开始来读哦。老师讲吼爱背。但是当伊背遐一堆背甲了的时阵，甲问讲啊，这堆你会当创啥？我讲嘛唔知咧，老师讲安尼会当考足侪分数吼，啊会当读较好的学校，安尼尔。我讲啊，你那安尼有啥物帮助？所以，伫咱头壳内底，我捌问过老师讲，老师，你敢若一直讲中国真好？伊讲中国有一个真伟大的科学家叫做鲁班。伊是一个真牛的木匠，做墙、做木墙的，所以当伊一届安尼做到有一日，伊家己发表讲：“哦，这个鲁班有够厉害！伊做一只这个用茶做的小鸟，会当飞去天顶三天拢袂落来。”大家啊个拍手，哇！啊，大家同学对你拍手。但是拍手了后，咱唔知有思考到无？这个鲁班足厉害。但是伊对着咱人类有啥帮助？无，一点仔帮助都无。但是伊这带来影响是啥？真侪人就讲，我要做鲁班，我要来像伊同款发明足侪物件。但是伊所发明物件，甲咱的周边有关系无？嘛是无。所以当你看到青少年，伊那发明的物件拢是啥物？开始，伊就对着。无共款，只要来当引起人的注意就好啊。有一回，我伫火车顶看到一个高中生青少年吼，啊，伊的裤吼穿甲真好笑，啊嘛感觉真奇怪。伊是一边短裤一边长裤，啊，怎安尼坐咧火车咧行？大家人拢甲看，讲，欸，你这个同学，你穿安尼裤足水的呢。伊愈听愈欢喜。伊讲对啊，你甲看吼，我安尼甲加一几条吼，啊，大家我行街啊路拢足侪人甲我看。但是伊无想讲，伊安尼对着咱人类有啥物帮助，嘛是无。也毋过，伊讲着，互真侪人欣赏了后，每一个人拢总会去学伊这种做法，反正甲变到愈奇怪就愈好。相对。在咱头壳受了这些教育内底，咱来开始担忧着咱的子儿、咱的囡仔。检查你拢唔知影讲，即卖已经拜金教育做到啥物程度？已经拜到讲，囡仔已经巧，伊已经知影老师的想法是啥物款。所以你若去问到参与北家长的人，伊会甲你讲，你是安那要参加这個？伊甲你回答讲。因为我参加这个时阵吼，惊伫街路老师拢甲我拜呢。我行过因兜时阵，大家拢足欢喜安尼甲我拜。啊，伫学校吼，伊拢甲我拍。啊，我若做北家长的时阵，我行对因兜过，哦，迄老师拢安尼看安尼，啊，我跳工佫徛较久的，哦，真好呢。囡仔知影讲老师
爱什么会？老师就是无知识。老师若无知识，我用这鬼神甲骗，伊就我骗你啊。所以我来做这个鬼神，所以互伊来安尼惊。而且特别看到咱台湾一步一步行落，愈来愈倒退的时阵，好加在咱这个台湾民政府，我希望咱有一日会当发起咱家己心内的这个知识。常常我真爱听到人讲台湾人死好，伊讲台湾人是安怎奈死？我每一个甲讲台湾人是毋是死去？台湾人只是困去，困去甲叫精神就会杀你啊！那真正死去是中国人、支那人才真正死去。因为中国的思想教育所做出来的东西，每一项拢总对着人类无帮助，干那会晓标榜家己讲哦，我你看我足牛的，我真厉害。所以我常常看到电视，因那咧征求这个人才，拢用什么款？拢用尸骨咧做对呢？拢感觉会晓吟诗的人，就来做什么官？哦，啊，这会晓写作文的人，就来做什么官？请问？假使有一日，咱若讲咱的代吼，咱的院长最高权威的医学院长来征求讲，什么人会当做到医学的院长？咱来用考试，考试的内容是啥物？考到孔子的思想，看一下考上官，请问你敢敢好看病？伊甲你讲。等有一日，伊若做到医疗单位上悬的时阵，你若去予看病，伊若医袂好，伊甲你讲吼，生死由命，吼，对，富贵在天，这个叫你什么话？你爱接受啦，医袂好是正常的啦。啊，我都拢敢读这尔，所以我无多甲你医。所以你有看到讲，咱的医学、咱的教育、咱的种种文化开始倒退甲落尾，干那会晓做什么话？一个竞争，所以伫遮，我先来邀请大家看一段这个影片吼。这个影片，咱拢无成分，你甲看了后，你甲看讲政治错误失落伫倒位，伫遮你得当看会出来。你感觉一个教育单位有这种的讨论对答，我感觉这是咱爱去了解了后，去甲改变，去甲。做一个真大改革，予伊知影讲啥物叫做政治。好，咱来看这篇吼，这篇叫做《鲁滨花》吼。但是伊其中有一位的对谈，我感觉真有意思。吼啊，包括因的教育人员嘛，拢真投入这个选举。因毋是讲干那操就选举尔，因是真爱讲啥物人会当做到对阮的好处是啥物。不过咱真正甲看，你会发现着讲，伊所影响的问题伫叨位，伊所影响足侪囡仔心中的过程，互伊知影讲，哇，若要做着大官的人，就是爱会晓啥物款的条件，会晓讲白话，啊，会晓安尼讲怪，啊，上好是小正唔认输迄种的吼，一个白先生迄个上敖，迄安那唔对，你该摕过来拢一条。迄种诶，迄个就是安尼才使做到中华民国诶政府，吼、哦，所以，哎、欸，可以吗？不行，哦，好，无要紧，安尼我这段吼，无要紧哈，好，没关系吼、哦，来，安尼无要紧，因为这段影片我用简单介绍吼、哦，这段影片就是咧讲。规间学校内底，拢咧讨论讲要安怎来选举。有一个老师就讲：“哦，某某议员，迄阵咧选的时阵，敢若送两包地瓜粉尔，即毋好选互伊。人阮隔壁咧送时间，哦，咱即摆爱来选送时间的，比时间较有价值。”佫一个老师讲：“对啊，我顶回吼，甲一个议员，甲一个某某候选人，对伊头甲插到尾。”敢若讲，甲我讲一句谢谢，安尼尔，其他拢总无。
所以当落尾有一个候选一个助选员讲热情到什么程度，伊叫大家去选举了后，选一直选一直选，选到落尾，怎讲一句啥？好，开票开落，规整拢总爱清一色。伊要求爱清一色，就是讲全部人拢爱转互伊所要求的这个人。也毋过真可惜，单一票无来投票。当这个人伊去甲讲，这个人是虾米人？爱甲抓出来，即咱庄头的败类。结果落尾才知影讲，哇，原来就是伊家己无去投，干那叫人去投。我感觉讲这是倒位的错误，咱袂使，这敢真正是民主的做法。不是哈，这是一个用强迫的做法，地数甲咱头壳拢已经未清楚，所以伫政治的观念内底，台湾人是真的错误，对唔敢去插，唔敢去接触，甚至唔敢去了解。有侪侪人来甲咱讲，咱的政治未插哩。我拢甲伊讲，安尼我看吼，你财产卖怎来提予我就好啊。因为吼，政治是包括你的家庭的管理，你的厝内底、你的财产的管理，即拢是包括政治内底。严格你讲袂使插的时阵，是毋是你拢甲卖卖咧吼？啊，怎开始拢交予我管理就好？安尼，咱今仔日都无遮个代志。今仔日咱真正来想看卖，伫咱台湾人。咱伫庄头拢会发觉到，是安那庄头甲庄头内底，永远就是拢有一个斗争。这个斗争，伫我囡仔都拢听甲大汉。有一回，这个庄头内底一个人去互别庄甲欺负了后，伊怎开始去当伊庄头的人讲，结果规庄头开始去招一阵。人怎开始讲哦？咱的庄的人去用欺负，所以大家拢滚啊举出来，开始要去甲用小饼，要看食是赢。所以庄头甲庄头就开始斗争。伫遮来讲，我用一个简单的例来从台湾甲国际来做比较。伫遮我真意爱一个国家叫做以色列。咱敢知以色列这个国家是什么款的国家？以色列这个国家是当时就开始有。伫我看这记载吼，伫基督教的圣经内底，创世纪内底，本来是一个人叫做雅各，伊经过生命的洗礼了后，伊当中生十二个囝。十二个囝拢经过环境的考验过了后，才甲讲你的名改做以色列。所以真正以色列这个国家，你若甲研究来，伊的后代就是这个叫雅各的后代，全部十二个支派伫遮在生活。但是伫生活内底，因常常大汉囝。第二个囝、第三个囝、第四个囝，大家生活拢总是虾米款放荡，无检讨家己，有暴力，有诶真自私，有诶做着财产就是讲啊，即个我诶，但是有诶毛未歹，也毋过因未记得一件代志，因为因认为讲哇，阮家己的国度管理好势就好啊，阮毋免去管别人，当有即个观念诶时阵。因这个国家开始败落，败落到落尾，在西元前将近要两千年，转去要灭掉，去要巴比伦，好、哦、巴诶，咪、西元前，西元前大约差不多六百年前，就转无去，这个国家转去要巴比伦噶无去。当作侪人类学家拢讲，这个以色列国家若要复国是无可能，绝对无可能。因为这个民族啊，超过五百年，这个民族都变作像基隆那一份，咱的山里拢无去啊。但是，我每一届看到研究以色列的百姓，因每一回对因灭亡了后，因开始去做人的奴才，开始送去世界各国，大家拢看到以色列人拢开始有一个真大
好处就是讲，哦，这以色列人会使甲抓起来，希伯来人会使甲抓起来，抓起来创啥做奴才，甚至会使甲买卖。所以当因遮以色列的人民开始想讲，阮灭亡了后，因毋叫做以色列人，因叫做希伯来。当因安尼互掠去卖，安尼走来走去，甚至拢无咧食饭，叫你做工课。因开始想到遮个时阵，每一届拄到以色列甲以色列人做伙，吼希伯来做伙时阵，因拢会讲到一件代志：，阮真需要一个国家。当因拄到人个时阵，伊讲兄弟啊，咱真需要一个国家。当因即句话一句一句安尼讲出来了后，因开始伫西元控年，吼西元元年迄个时阵，因就开始去组织。但是因个组织嘛，遭受真济困扰，不只个因即个过程。完全无灰心，因每一届若看到人，拢甲兄弟姊妹讲：，咱唔免惊，咱需要一个国家，这个国家是神赐予咱的。当这个信心伫个内底，一天一天安尼长大时阵，哇！咱若甲咱讲，民政府要成立吼，是两千年后，你敢要拼？大家讲唔系啊，我看吼，唔免啦。哇，两千年我唔知对倒去啊，唔免啦。但是以色列。迄、那个国民甲国民之间讲，无要紧，咱继续甲行落去。结果伫1947年，因终于有一个人叫做赫泽，伊本身是一个以色列血统犹太人，开始伊去做足侪足侪记者的采访时阵，发觉着讲，因即句阮需要一个国家，即句话为。几百年前讲到即阵拢总无断，当伊个囡仔生出来，伊个老爸老母就甲伊讲讲，你爱记哩，咱要爱有一个国家，这是得到应允的，你都爱注意，看到人都爱讲，咱需要一个国家。每一届因若看到因个犹太人，就开始流目屎讲，咱需要一个国家。当因每一回每一回，伊说的。被欺负了后，拢去趴伫一个墙外遐来哭，迄、那个哭，好做哭墙吼，咱拢知影。每一届那去被欺负，都是当遐祈祷。你敢知讲迄个所在，每一回祈祷，拢总无求家己的利益，拢总无人咧求讲神啊，你都爱予我有啥物丰富的知识、丰富的财产，佮有真丰富的真济物件。因毋是，因讲我需要一个国家。当因被欺负了，回来嘛讲，我需要一个国家。因有这种意识了后，经过前后2500年，因终于建国。1951年，以色列正式建国。当因建国起来时阵，迄个赫泽，这个做法，我相信咱民政府真需要参考。这两个比较下去，有一个种种真大的问题伫倒位。第一，因无期待，因无惊吓，讲咱的建国的日子要拖偌长。因无，因敢若讲我需要一个国家，所以我甲我的囝讲讲，不管今仔日如何，你都爱向神讨一个讲，我要爱国家。甚至因老师嘛讲，我要爱一个国家。上加严重的就是希特勒。在屠殺猶太人的時候，將600多萬人的猶太人都總給他抬死，他也說我要一個國家。但是這個事情一件一件下去，我看到我們本身，我也台灣人，我看到這段我終於清醒。今天民政府才知道說，今天不管路多遠，你如果沒走永遠沒辦法。今天民政府檢查如果說怕2000年，我如果在這裡宣布說2000年後我們要接政權，我們可以問我們自己說，我敢要繼續下去？所以很多人來參加民政府的那個心智，
那无信心，我相信是行未到位。这个心智你若是放伫讲，我参加了后，哇，我会当得到什么好处？个人的利益的时阵，我相信你继续行，你会愈行愈坎坷，愈行愈失志。严格我真唔忙，伫咱家所有在座高级班的初级班，我未讲这种话吼，但是伫高级班，我特别爱大家。要求搁再要求哈，大家勉励搁再勉励，就是讲，当你了后，唔忙，你爱知心中这个国家的重要性。今仔日你唔免问偌久会当完成。我看到以色列讲两千年，有当时我想讲，哇，这只久的日子是要安怎？敢有法度行到遐？但是伊无想到。咱即阵若无行，咱的事实嘛爱继续予伊行落去。咱敢若考虑着讲，咱的生命是短短人生一百年，也毋过你毋通袂记哩。你的生命力是一代一代传过一代，会用传偌久，永永远远。我相信以色列这个国家要阁无去的机会，应该是无，因为因人甲人之间的这个心智是非常的要紧。过来，我嘛看到咱其他国家的建国精神，就是大日本帝国。当伊大日本帝国的时阵，伊的错误伫倒位？伊的错误就是伊用家己做中心。伊敢若想讲，我只要训练和勇敢，我会用去打天下，我会用用我的武力，用我的拳头武去。征服世界，所以在日本当初时，伊是拍到倒位，拍到苏俄遐嘛在拍，大家都惊伊。但是咱看一个真有效无？无效。人就捌甲讲，你安那拍就是拍袂到非洲，确实有影，拍到遐就掂命，因为拍袂过。因就想讲，我是日本天皇的子民。你知影讲，因个特工队咧训练的时阵，我拢体验到因妈妈、爸爸的心情。伊讲，若要训特工队，是爱对三岁国小三年个囡仔，就开始甲调来，一直甲讲，天皇才是你的一切，你一切爱为着天皇来活。所以因做一首歌，我听了后，佫去甲思考过，我讲。哦，这若我的囝，我敢袂？三年就要甲送去予天皇，啊，明知影讲这十那特工队绝对是死去，绝对无活转来。甚至有足侪迄歌曲内底拢写着讲，假使你若要转来见我，是你的灵魂转来，毋是你的身体。当咱听到这时阵，我讲哇，啊，这个国家这尼啊残忍，因嘛。看到讲，因要建国，因要大帝国要征服世界，严格咱甲斟酌甲看，敢若无法度。即阵的日本，我常常去当去看一届。顶年嘛，过去日本看到，较早日本迄个精神敢若看无，因为这无法度延续孤单，所以各家就动点去啊。严格。今天咱爱学习的所在是伫倒位？不但爱有这个意识了后，咱影响意识力来学习，伊有一个真重要的中心思想，心内知影讲我要爱一个国家以外，要哪过来开拓别个？伫遮有足侪错误，咱台湾人常常拢袂去甲思考的物件，就是讲，我相信咱大家拢捌听过。拢讲台湾人放尿胶刷袂安怎，袂做对。当即句话我第一界听到的时阵，我就想讲，啊，哪奈美国人敢都会做对？我真想要邀请一个美国人讲，啊无，咱遮倒一个何瑞元吼，讲来你放尿看卖，啊来胶刷看会做对袂？啊，若会做对，迄个人可能差不多，若咪要死要死吼，可能就破病真严重啊。
这是咧代表什么？咱拢用一个真无拄好的物件，像咧这顶帽啊，爱戴伫咱的头壳顶。这都未下的物件，咱敢要甲戴伫头壳顶，甚至戴家己的头壳顶佫无够，爱佫甲提起来，佫甲家己的囡仔佫甲戴落去。是安怎讲？咱若看到真侪人咧教育后一代，我嘛常常去朋友的厝内底，拢会拄到一件代志，就是讲你努力爱做甲好真，教育的努力，尤其负责人袂使有地位，这个思想敢有正确？因为迄个朋友甲我讲讲。我讲啊，这位是虾米人？伊讲这是阮的阿叔。我讲哎，对啊，对，这我朋友的小弟呢。伊讲啊，我因为就是嫁予伊的阿兄，所以我叫阿叔。讲啊，哪会叫安尼？咱拢真惯习呢。敢那讲爱对囡仔叫，我讲是安怎？因为伊讲查某人就是无地位。我讲啊，这是啥人规定的？哪着爱叫安尼？伊讲。这足够就安尼呢，所以当这个消息一出来，因太太，我的朋友的太太嘛出来了后，伊跟他讲一句，称呼伊小弟的名，伊讲唔是称呼吼，伊称呼着伊的姑婆阿哥。我迄朋友马上甲讲，你叫安尼唔对，你爱叫姑婆。我讲啊，你着叫阿哥，啊是啊，你太太爱叫姑婆。一个帽子，咱一直低调咧，拢无愿意去甲提起来，甚至咱阁用这个教育，阁甲家己个囡仔阁甲哭落去，讲对，就是安尼才对。也毋过咱拢无想讲安尼有利益无，绝对无。安尼是要代表啥？代表讲，咱若做奴才，爱做好甘愿，做好真教文个甘愿，袂使你有家己个意识。这就是咱台湾真可怜个所在吼。所以往往咱会看到负责人若要出来插政治的时阵，你会发觉，若插政治的这个查某人吼，负责人拢总是安尼一刀用的。阮遐一个叫做阿霞吼，迄选举的歌，我是来听甲伊讲，哦，我这个人呐，讲话讲到遮，迄广告车公然讲。咱就爱选了这个阿霞，因为伊的喉咙是砰砰砰。我讲啊，这是啥物意思？我唔知影，就是讲真命的意思。甚至当伊咧广告这物件时阵，我听讲，你这哪拢不爱用一种较柔性的表现，是安怎每一届拢总用这种过程来做咱的这个宣传方式？所以每一届咱若看到选举拢总真差。在这儿我们学习到 看到日本的这个失败之后，第二点我要来讲到今天美国这个国家，这个国家是怎样让我们很兴盛，我们不是兴盛美国他们的福利，不是兴盛到美国他们种种哇，他们就比较用我，所以我很爱哇，不是这样。因为美国这个国家自古以来，因两百年来总是实行民主制度。当伊看到这个华盛顿总统，伊的伟大伫倒位？伊原底是英国的一个将军。当伊要去拍这个拍对美国的时阵，伊感觉唔对，安怎咱伫美国这块？新的倒数，咱种的物件，种的一半拢予英国收去，予英国政府收去，讲袂使哩。伊伫遐开始讲，我要来建立一个新美洲的一个国家，叫做美国，吼 ，American。但是当伊这个消息一发布出的时阵，你知影第一届英国安怎甲伊讲？伊讲。华盛顿，你回来英国，我会当让你连续为小将升去中将，甚至你的福利，我让你什么款、什么款、什么款、什么款。
你敢知迄时阵美国拄建国个拄开始，经济是非常个歹。英国若开出这个条件，等于讲你伫只美国个新所在，这块土地一个月凡是赚$10尔，但是你若来我英国，我会用省你个官，过一届一个月，予你将近个$500，所以你爱倒来。华盛顿甲伊讲讲，根据新的律法，我袂当答应你，因为我伫遮出世，我都爱伫遮做我的土地，因为我的囡仔嘛伫遮出世，我看到遮侪侪人的囝儿是拢伫遮出世，所以我为着这块土地来竞争。所以美国、英国政府，佮第二届用这个武力要来甲拍的时阵，我真正看了讲，伊每一届咧拍修正证书，拢总啥款？因拢有做一件代志，就是祈祷。因向因的神讲，求你给我这个开力。严哥，咱有较思考过，咱台湾实在被骗到戆到啥，是真可怜的，伫倒位？当咱平静的时阵，咱真平静的时阵，咱要来去做百家将的爷妈做这种活动。每一届明明都无代志，难卖有这种庙会，咱相信大家拢真平安，无人冤家，无人相怕。严过每一届，那三月起，你知影伫中华迄个所在，大概无代无志，囡仔徛倒摆找后壁去用刣一刀。有的人去用台死，讲谁哪你哪去用台死，命咪讲谁哪你哪去用台一刀，我嘛唔知道，我就徛倒把跪伊，哎呀，别个安尼怎个流落去？问结果原因是啥物？讲吼，因为北家将这边甲这边两个咧冤家，哎，就是我是迄边的怎个抬落？所以你爱思考，这个物件有带来平安无？无。要不你看到美国这边为着这个证书，因每一个人同心合意，讲我爱为着这块土地来争。当我看到咱伫台湾的阿兵哥，我古早捌做过兵，甲因问过，我甲讲我去到乌龟岛，甲遐阿兵哥咧开讲，开讲了后，我讲，这哪？强威一拍怪吼，咱要安怎？迄真正离差无偌远呢。迄飞弹若直接过来，咱这个岛，迄、那个乌龟岛是甲一个国小兵单尔呢。伊若拍这个飞弹拍落，咱要安怎？大家讲，咱吼爱注意。当伊咧准备飞弹的时阵，咱的机啊，迄都爱甲讲，阮导航啊，莫拍过来。啊，无安尼拍过，阮只拢无伊。啊，大家拢爱看走。会收水要紧收，来过船要紧过，所以两边的教育，两边的方式造成无同款的结果，就是伫遮。咱伫遮，咱毋是要批评台湾人的歹，包括我家己嘛是台湾人，我是爱大家讲，咱会当认捌咱家己的缺点了后，会当去甲改进。所以在这里我要来让咱大家看到这段影片吼，咱相信无青分，你会知道讲，这就是咱即马目前选举的现象，就是安尼。Thank you.
咱伫遮吼有看到，咱来思考进前遐个问题吼。咱会当看到一个学校国小个教育单位，伊拢认为讲即个教育单位是伫小学尔尔，所以呢，因老师安那做，囡仔拢看无，所以因伫遐公然。那有这个校长，伊伫遐讲，有一位候选人甲咱拜托，那只要一动算，男老师讲什么话，西装一领，啊，那女老师的大衣一件。结果有足侪老师嘛开始去分享，就讲，对啊对啊，哇，安尼，那送秘书分甲送西装，咱当然爱选啥，送西装的啦。这就是咱目前台湾的教育。我唔敢讲，即个教育还阁存在还是无，也毋过我相信，即马手段愈变，可能比这个愈严重。即马候选人，伊认为我只要是安怎去做到家长会会长，我就会当来选代表，啥大家拢一直依爱要去做即个代志，因为伊认为讲会用控制学校的家长来做这个。状况吼，啊，毋过咱有想到无？当即个候选人送西装、送足侪物件予你的时阵，咱的后壁所失去的是啥物？物质方面，我相信咱大家拢知影。啊，毋过伫心灵上，咱所失去的是囡仔的正确。囡仔伊的正确，就是认为讲，咱若要爱有出脱，要安怎做？所以。我伫国小的时阵，捌听过一个学生囡仔，伊甲我讲：“老师，我考试拢作歹的。”啊，毋过吼，我算来算去，我感觉安怎做，这个方法我提供予你听看卖啊呢。伊就甲我讲：“老师，我即马吼拢卖读册，啊，我开始吼来帮咱阮的厝边隔壁来甲服务。”为我国小五年开始，我帮伊买菜，帮伊挂物件，帮伊顾厝，帮伊创啥拢好。只要伊若敢叫，我就甲做，啊，拢免钱的。安尼要创啥？我若为五年做到我满23岁，我有备选举权的，备选的权的时阵，我要来参选议员。啊，你甲看，我用这时间来经营，啊，我若选调议员，绝对调的。我讲你哪知道你一定调，因为每一个人拢捌我。人讲若要选举，你就爱要行基层，也要服务大家。我讲是安那，你哪有这个想法？伊讲吼，我若讲讲，咱阿介这个候选人爱甲投一票。我讲是安那，你若讲爱甲投一票，伊讲因为我阿妈死去的时阵又来念香。哦，我听一个讲，啊，那安尼讲起来，安尼老来念香，你得投一票，敢是安尼？啊，是讲又来甲你做啥物工课时，你得投一票，敢是用安尼？唔是，我怎甲讲讲？啊，无安尼，你甲迄个候选人讲，当下甲恁兜老人过往去，我参阮阿公拢来甲你念香，保护你，安尼敢会使哩？这无人安尼呢，要唔过咱的选举错误，就是变作用人情、用交际、用交陪来做咱选举的活动，了后甚至用利益来做这个错误的代志。所以我看到民政府要起来的同时，我希望大家心中拢会知影讲，虽然咱是无选举，要唔过咱对着要改革的物件，咱会当一步一步。来个改变，但是这个改变唔是一时啊，就去个改变掉。我真爱去读这个美国的文学，感受着讲因迄种精神。有一本册，甲咱要建国，而这个信心是相对哈。我每一届读的这本册叫做《刚果》，伫非洲迄个所在一个地名叫做刚果。刚果的女人，我想讲，是安那这本册叫做《刚果的女人》，转去甲现，看到第一句话，伊讲我是一个美国人，
但是我的生命愿意奉献给非洲。所以因为这句话我把买回来看了后，才知道说这个查某负责人伊拢总有生三个囝，伊个过程就是讲，伊生三个囝时阵，伊家伊个囝讲，你爱去帮衬非洲迄个国家，因为因拢总伫黑暗中咧生活，因拢唔知啥物货叫做是真理，所以你爱去甲斗三工，你爱帮衬伊，所以每一回，伊一直甲因囝为细汉甲教育起来时阵，因大汉囝讲。妈妈，我要来去非洲遐传这个福音，伊怎去？但是伊大汉囝去了后，伊讲我水土袂合，结果怎死去？当这个死去的这个遗体，甲提倒来甲美国的时阵，伊妈妈竟然无流一滴目屎，但是伊刷嘞。怎叫第二个囝去？第二个囝佫去的时阵，因为甲乌人拢会食人，所以怎甲互刣死？怎去互乌人安尼用迄个刀怎甲勒对胸坎怎烫过，嘛怎来死亡？当这个身体佫送倒来美国的时阵，咧举行告别式，竟然因妈妈嘛是讲无流目屎。正人拢真奇怪，讲心怎那无流目屎？大家拢讲，这个负责人确实勇敢。伊个鼓励伊第三个囝过去。当这个第三个囝过去的时阵，嘛因为种种的袂下破病死，伊的三个囝拢死了。这个负责人讲，我无爱倒伊的尸体，佫倒来，我要去。南非刚果迄个所在，我要来遐，要将伊个囡仔要甲带伫迄个所在。伊先对美国去甲非洲，伫遐举行告别式的时阵，伊这个妈妈怎特别大哭，哭甲足大声，一直哭哭袂停。咱敢知伊是安怎咧哭？当真济负责人看到这个乌人吼。看到讲，这个妈妈可能想疼这个囝，所以伊死去吼。你看，伊大囝、二囝死拢无要紧，第三个囝死去了后，伊伫遐大哭，佫哭甲是非常的伤心。当这个哭声，互遐当地真济非洲人看到，大家拢围过来看，甲伊问讲：这位妈妈是安怎？你哪会哭甲遮严重？当这个妈妈甲伊回答一句讲。这个囡仔唔是我上疼，我三个囝我拢足依爱，拢上好是我伫我的身边拢卖。要唔过第三个囝死去了，过身去，死去，伊讲我唔知要阁叫啥物人来遮传福音。所以这个消息是予迄乌人听到了后，伊讲这个妈妈你唔免烦恼，我遮拢做你的囝。所以你看南非迄个所在有发展无？咱的头壳内底拢叫是讲南非是一个真落伍，但是错了。我即届听过人讲遐经验是讲啊，南非遐发展哦，伊讲对。你若去过南非迄个所在，你会知讲伊迄个所在，因一个国家建立了后，因的制度是非常的好，因为国小读到大学拢免钱。我讲南非够安尼，伊讲有，甚至因足济若无钱，他开拢会使哩。甲政府借钱免利息，我讲真正安尼，伊讲是，伊讲南非迄个所在，唔是你所想的遐尔浓哦，只是因的皮肤是乌色安尼尔。所以今仔日南非有这个结果，是因为这个妈妈用这个精神来创造这个国度的建立。伫咱台湾，诶妈妈，我唔忙，咱以后会当。学习这个刚果这个女人，唔通教教你的囝讲好，我读册就好，唔通教你的囝讲考好一百分，啊，该他甲人相拼，唔免。你若教你的囝讲，从今以后你爱关心着厝边隔壁，
关心到你的周遭的朋友，我相信你的发展是会愈好。台湾是欠缺这个物件，所以咱行民政府这条路有两个愿望，大家唔通累积哈。第一，这个时间偌久，我相信袂比以色列较久。咱敢无气力，相信咱的气力比这个刚果这个查某福建人要靠气力。但是因做到，咱嘛得要做到。只要咱会当有这个信心，我相信台湾这个土地将处要发光，搁再发光，让全世界拢知影讲，伫地球内底有一个叫做台湾。因为侪侪人伫遐，优秀的人才拢伫遐出世，并毋是孤单。咱嘛毋通看讲啊，咱的气力真细。有的人咧行这条路，讲够可怜，迄中华民国迄大牌、遐大机，咱也拢无半项。我相信。能正的人必定得到真大的帮助，不是臃肿的人走我倒去引导政权，咱就信心，咱就发达。所以今天到这裡大家分享，谢谢大家。谢克力，今天老卡吃饭。謝謝